6月7号，由管虎导演的抗日战争剧《火线三兄弟》在北京举行了全国首播发布会。导演管虎携三大金马影帝张涵予、刘烨、黄渤等主创阵容亮相，三兄弟再次集结搞笑抗日。当天，刘烨、黄渤两人丝毫不吝啬自己的喜剧天分，制造了不少笑点。黄渤更是多番挤兑刘烨，说起刘烨和吴彦祖的娃娃亲，更是很不乐意。都说开玩笑，因为平时太熟了。哎，又结了，哇！哎呦，刘烨，我，哎呦我，这我刚才都说那边是开玩笑呢，已经知道几个了啊！我刚才以为说别的事儿呢，我这一听，哎，这女儿不白生啊！我跟这儿也不白生啊！我跟你说，你还见过别的好的亲吗？太多了。哎呀，不是，你们家闺女那是真的。优酷娱乐播报，北京报道。